男士骚客光临啊，真的、啊。哎呀，我刚才那一把没偷爽啊，没偷爽。来来，我们正儿八经偷一把行吗？这要再碰到他，我就无语了啊。那当然，如果再碰到他，那他就出名了。这视频一放出去啊，我就往贴吧里面一丢，啊，标题，快看 TK 狗啊！没蓝名的啊，好的。我们应该走这边。好的，走起！现在一开始先不下沉了，这样快一点。潜艇的这个瞄准开不开镜都一样的，我觉得开了镜有多大的区别，视野还窄一点。哎，这辆潜艇是打算往哪儿走呢？看到他们的飞机来了，潜艇可是没有防空能力的，赶紧下潜，否则对面天上的炮弹就下来了。下潜之前我先拐拐弯，一十四你就等着被砸吧。哎呀，天上的炮弹下来了，妈呀妈呀，你看啊，不听老夫言啊，吃亏在眼前，老夫没骗你吧。有观众打字说应该搞个潜望镜模式，对呀，没有潜望镜模式不幸福呀。他们叫航妈，在两个航妈在 J5 那根56那根线两边啊，看到了。哎呀妈呀啊，不打，错了。我操，看来我不该那么骚啊。前面的灰机在混战，这尼玛灰机快别偷人了，全都开那个战斗机，先把制空权夺了再说吧。我靠，我这能穿越他们的封锁吗？哎，老夫就是要硬穿给他看。哎，我这么屌的男人当然要硬穿过去了。包括血量好少啊，我都不敢露头了，露头死啊。哦，他们的潜艇也在这个岛另外一边的一个位置。好，我要过去偷人了。他们家航妈死了一个。好了，老子深度下潜了，你看不到我。
他们家里面还是留了一个在巡逻，这还是比较机智。哟，这一发要命中谁了？谁也没中。谁呀？这谁丢的？哇，这么厉害！啊，他们航妈应该知道我来了，心里面虚的个不行啊！没氧气了，赶紧把金币氧气瓶开起来，不然等会儿死了。哟，我觉得这个我要起来帮一手啊！直接被干了！他们那个航母跑那么快，我靠！这真能跑呀！但我就死活不敢露头啊！现在是战列舰没怎么动。啊，我先往前。进入我的射程了吗？他开始转向了，我旁边就有一个。哎呀，不要跑！战列舰不要跑，你跑不掉了。好，你完了。你还停车是吧？你以为我只有一颗鱼了呀？哟，你没救了！没有漏掉几颗，老子追着你打，你个逗逼！马上就要装好了，哟，横着的呀，我好兴奋呐！不，他那个速度我判断不准，我快没氧气了，我必须冒险上来。哎呀，这上不上来都要死啊！但是我鱼雷丢出去了啊！这货躲过了！哎呀妈呀！啊，看来我这种非专业潜艇玩家，好，接着开这个长门。我看一下我还有多少道大河，三档之前估计可能来不及。左视完了是大河，但是这你妈43万经验呐、啊！我三仗之前哪辈子能打得了这么多啊？看一下你们在 YY 里面干嘛？有人在问呢、啊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这是海战世界。好，完了，又要把这个观众骗得团团转。我看这个去哪儿呢？往那前面走点吧。好，先切上 HE。你看啊，咱们都是一来往外面走，航妈的第一个反应是：赶紧往里面躲哟。这是航妈的反应。
完就转过去了。哟，哟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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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倒车，快倒车！看到肉了，看到肉了，有肉吃啊！麻蛋，全都在石头后面。哎，几个贱人！啊，我先等一会儿，先在这里杵一会儿。哎呀，我去，都在后面啊！这么机智，这机智到不行呢、啊。啊！看老夫的神之预判啊！神之预判呀呀呀！没射出来，没射出来。哎呦，这个队友也打得挺猛啊！哎，我判是判准了的呀，你看，但是炮弹刚好在他身边散开了，他的鱼雷发射了过来，咱们有个逗逼过来受死来啦！啊，吃了一发啊，太逗逼了。啊，不过他可能在他那个角度也是很难看到啊，也很正常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你还不死？我刚想说队友绝壁能打掉他，结果队友就死了。怎么能这样呢？好，我刚才击杀了一个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小船比那个。巡洋舰威力威胁大多了，但是打不到他了，那我只有来打巡洋舰。哎，潜艇威胁也挺大的。咻，潜艇速度比较慢。哎呀，又没打到，换副炮，射程以外，真的射程以外，妈的潜下去了。哎，这个我怕的要死啊！你们赶紧把他搞死他呀！这不搞死他要出事儿了。啊啊啊！他射了！刚好射不中。哎呦呦呦呦！这左面这个刚好射中了。哎呀，他要误伤右面那个了。啊！这！哎呀，这差。鱼雷威力是很大，你预判的要很好啊，而且这个误伤了之后也很可怕、啊。哦，看到弹道，他们的战列舰全都在家里面，起来啦！他还深度下潜啊，他可能觉得确实打不过了。那谁还在射水面上吗？难道不知道不能炸到下面？你也深度下潜去撞他？我之前不知道啊，然后我就深度下潜，结果被另一个人也深度下潜，一直撞，把我给撞死了。妈的，原来这样都可以。他刚才已经开始因为没氧气在伤血了。哎，我实在遭不住了，我做个直播 50% 的时间都在回复是什么游戏，给你讲的海战世界啊，我靠，刚才你就问过一遍了。哎，这快起来啊，这不起来我打谁？看这个，这他们啊、他想上的这个反潜利器。好，能打到吗？炮弹飞进来，哎呀，只中了一下。
怎么那么坑呢？马上就要跑出我的射程。赶紧，他上来了，干嘛硬来啊你啊？啊，他接下来是停在这里，因为他知道这里我们是射不到他的，他用鱼雷一下就击杀了咱们的潜艇，这真机智啊！终于是被咱们的鱼雷轰炸机把它给击毁了。射程之外，我往这边走吧。里面的东西真讨厌，又出来了。那刚好一个山挡着的呀，不过是抛物线，只要炮口调得够高。妈妈的！啊！这么多人揍他揍不到。我觉得我想去。跟对面的玩刺刀，不然不激情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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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潜艇呐、啊，哎呀，这个太激情了，我不敢去、啊。他不下潜？哦，直接被鱼雷给爆了。他可能找到了个穿插的空隙，想从这里进来吗？来不来？啊啊！快呀，上弹呐！他可能要转向。果然转向了，得找个合适的点。啊，一直转我不好瞄，我放了，能打到吗？好，就差一下，谁再建设一下？好的，把那个建设死了。切 AP， 我要往前顶了。这时候他们的鱼雷轰炸机来了，咱们也要非常小心。这种时候我应该靠近前面那个山体，这样鱼雷轰炸机它必须反向飞回才能炸我。哎，现在我应该尽量向队友靠拢，否则真的会被一阵乱搞啊，结果很惨。哇哇，这哥们儿投弹的技巧很好啊。我去，那两个船已经靠在一起了。这种时候啊，你看他几乎没动。啊，动了动了动了。这个没动，也在动，动得很慢。哎，咱们缩圈也不快。好，射了，
应该刚刚好能砸中他。好的，现在咱们什么也不干啊，就这样射就好了。他们已经被飞机全都亮了。有，这个长门绝壁是最先挂的。啊，你完了。好，长门的人头被我拿下。哎呀，这三个跑呀，这怎么跑得掉嘛？哎，你在开倒车啊？正好踢你屁股。好的，又拿下，我三个人头了，我已经三连杀呀！不要抢人头啊，人头给我呀！不要硬来啊！我的人头。好的，四杀。击沉敌舰。啊！哎呀，我要五杀，我要五杀！快点成全我五杀呀！我从来就没这么屌过。好，射了，射了，射了，应该刚好能够命中。哦，这是来投鱼雷的吗？还是被我干掉了啊！五杀，现在对面还剩下了一个航妈，现在就要做一个判断，他究竟是……哎，救命啊！航妈，不要干我，我错了，航妈，我错了，航妈，我错了，航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航妈，求不干！哎，你个贱人，航妈，等会儿老子要干死你！你等着！哎，挡住弹道了！哎呀，那这个人头估计只有被咱们的飞机收下了。你们有没有弹嘛？快点呐！急得要死啊！哇，天上啊，这个谁的？啊，被约克城的这个航母的飞机啊，把它击毁了。啊！哎，今天屌爆啊，屌爆！妈，他能装两个这个主炮台，我就尿了。但是你看，个十百千万。